用英文和日语和日本人交朋友吧。在新冠疫情蔓延之前，台湾和日本互相为高中海外教育旅行首选的国家。此外，台湾中小学的国际教育主要交流对象国家也是日本。台湾教育部国际教育 2.0 网站提供了访日教育旅行课程发展计划事例。让中教能适应台湾与日本英语口音的差异，列为学习内容目标之一。究竟什么是日本人的英语口音，或是所谓的日式英语、假名英文呢？让我们一起来想想看吧。日本人的英语口音主要是受到外来语和和制英语的影响。外来语顾名思义，就是从国外传来日本的词汇，基本上都会使用片假名来标记。根据日本的国立国语研究所调查，撇开汉语不说，现今日本约有 80% 的外来语是由英语转化而来的。正因如此，大致上可以从片假名的读音推测出原本的英文词汇。例如，蛋糕是 cake， 香蕉是 banana， 缝衣机是 machine， 相机是 camera， 幽默是 humor， 能源是 energy。 但是也有许多常见的外来语并非源自英语，例如纱布 gauze，疫苗 vaccine， 过敏 allergy， 打工 arbeit， 软糖 gummy， 来自德文美食 gourmet， 菜单 menu， 蜡笔 crayon， 裤子 zibon， 青椒 pima， 来自法文面包 pan， 香烟 tabaco， 可乐饼 coloque， 来自葡萄牙文咖啡 coffee， 玻璃 glass， 啤酒 beer， 书包ランドセル，则是来自荷兰语。此外，日本的外来语当中又包含了为数众多的和制英语。和制英语就是将英文单字简化或者重新组合，是由日本人独创的日式英文。例如，女性上班族日文说 office lady， 钥匙圈是 key holder， 空调是 aircon， 电脑是 pasokon， 笔电 note pasokon， 衬衫是 Y シャツ，连身裙是 One Piece。 和制英语除了偏离英文的原意之外，加上以片假名替换英文发音，变成不正确的英文，所以很难用来和外国人沟通。然而，有一些日本人或日语学习者误以为外来语全部源自英语，加上对说英文没有自信，很自然地将所有英语单词都用日语的假名来发音，因此造成了外国人听不懂的日式英文。我们来听一下用日式英文做的自我介绍吧。Let me introduce myself. My name is Hanako. I'm from Japan. I live in Sendai. I'm a office lady.I like American dog and hot cake. I dislike Piman. I have a cat. Nice to meet you. 上面的日式英文自我介绍，大家听得懂多少呢？不过，这是可以用假名发音的结果。事实上，与外国人沟通时，是否会用日式英文说话，这是因人而异的，我们不应该以偏概全。就像是台湾人说英文或说国语一样，有些人或多或少会有口音，重要的是如何用语言达到沟通的目的，不是吗？话虽如此，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生活场景会用到外来语或日式英语。我们来听以下两段日文会话。在问路的情况下，すみません、道を聞いてもいいですか？あ、大丈夫ですよ。どうかされましたか？この辺で外国の食べ物を売っているスーパーはありますか？あ、コストコとかイケアならこの辺にありますよ。本当ですか？何に乗って行けますか？そこのバスターミナルからシャトルバスが出てますよ。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辺でリーズナブルなレストランはありますか？そうですね。コストコも、イケアも、フードコートがありますよ。そこに行けば、プリンやヨーグルト、ホットドッグ、サラダなど食べれますよ。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在餐厅内的绘画。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何名様ですか？二人なんですが、席空いてますか？大丈夫ですよ。室内テーブル席かテラス席、どちらになさいますか？それじゃあテラス席で。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こちらへどうぞ。すみません。オーダーいいですか？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ご注文お受けたまりいたします。ハンバーグセット一つ、カレーライスセット一つお願いします。それとドリンクバー二つお願いします。セットのスープとパンのどちらになさいますか？どっちもパンでお願いします。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ドリンクバーはレジの隣のコーナーにございます。ご自由にどうぞ。上面的绘画场景在日本人生活中经常出现。日语绘画中有许多场景会用到假名英文。除此之外，有些单字是日本人从以前就一直在使用，其实并不知原来那就是假名英文，是后来开始学英文才发现的。因此，遇到要将熟悉的假名英文要转换成英文表达时，常有许多日本人难说出其正确的英文发音。总而言之，如果只用英文沟通，对于国际交流与相互理解是有限的。如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曼德拉所言，如果用一个人听懂的语言与其交谈，触动的是他的大脑；如果用一个人的母语与其交谈，撼动的是他的心灵。因此，下次和日本进行交流时，请试看看英语加一，用英文和一些日语进行沟通，台日的友谊将更能升温哦。